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真好听的韩国歌呢！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相信恁大家来上这个课啊，一定真大的期待啦。但这个真大的期待内底啊，我嘛爱甲大家人讲，全世界无一块土地像咱台湾这款啊。自1840年、184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啊。全世界所有的土地，包括现在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土地啊，都是照国际法的办，独独台湾这块土地啊，无照国际法。所以大家一定会感觉讲很奇怪，台湾这块土地法律上到底谁的？到今日为止，大家拢叫模模渺渺，但是。咱是无模模糊糊，咱真清楚。问题是这尼啊清楚的时阵啊，我若要甲大家人讲的时阵，大家人接受的程度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所以每一摆你上课，我要讲所有代志，我拢爱提出法律出来，根据对一条、对一个国际法规定、对一条条约，啊，才会变做安尼。所以这是。咱台湾民政府在这个所在的上课，让美国人、让日本人这么重视的主要的原因。台生来说，你在参加台湾民政府，我相信你一定有遇到很多困难，有很多人说不能去啦，那都是骗人的，不然就说去啦。国民党以前你都没遇到呢，遇到呢会给你清算呢，各位，若要清算，我一定第一个。为2005年、2004年开始，到今日2006年10月24日去告美国，若要给他抓，应该先将我林某、林志兴啊，先给他先抓起来啦。奇怪呢，我好说好说呢，逐天伫遮快快乐乐。但是是敢若讲，你想讲要安怎，互咱台湾人确实知影讲你家己本身到底是啥人？他们讲真困难呢。66年啊，国民党的教育、中国人的教育，互咱台湾人啊，已经家己唔知影讲到底你真真正正的身份是啥物款的物件？你是台湾人。但是国民党跟你说你也是中国人，所以跟你说你的祖先是为中国刷来的，你不能数典忘祖。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机会都听到这句话，数典忘祖，说你在拜祖先，你在拜你的祖先，你只拜到你的阿公吗？你的阿祖你都不用拜吗？因为你的阿祖是为中国来，所以你要拜啊。各位，那这点的理论会通呢？所有的美国人今日拢去拜英国人，因咧做基督教伫做礼拜的时阵啊，拢爱去追追念啊，因咧英国的祖先啊。咱毛真侪台湾人移民走去伫美国，要摕到美国籍，敢有遐简单？无简单呢。绿卡为入去，敢要摕到绿卡？大部分拢经过超9年，经过10年。啊，摕到绿卡以后，安怎？5年内底爱待2年半，佮加一天的时间伫美国，安尼，才要予你美国的公民，要予你美国的公民，你嘛爱佮宣誓，爱佮考试，无简单会当摕到美国证呢。今日台湾人真好运啊，讲好运啊，好运啊，讲歹运啊，歹运啊，
有好运的一边，啊，也有歹运的一边啦。你先讲歹运啦。台湾歹运的一边是啥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以后，中国人入来。啊，迄个时阵的台湾这块土地顶管人，大家人哩，迄阵敢无欢喜？拄啊开始无欢喜哦。你若毋相信，你去甲问金啊，差不多70-80岁，奥里桑、奥巴桑，当然我嘛60岁啊啦吼，我是无拄着啦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70-80岁奥里桑、奥巴桑，拄啊战败迄天，坦白讲啊，真侪学生囡仔，真侪一般人，大家拢烦恼，甚至拢流目屎呢。是啊，咱个国家战输啦。迄个时阵，我相信台湾无人伫讲吼，讲迄当阵伊是中国人啊。迄当阵人拢感觉讲，我个国家战输。迄当阵是啥？是日本讲呢。1937年，日本政府伫咱台湾实施皇民化，就是讲鼓励台湾人改姓名。而且在那个时候，日本人和台湾人开始去受义务教育。如果说到义务教育，你听清楚呢，日本的义务教育是真真正正，你去学校去读书是真正读免钱的哦。中国国民党入来台湾的义务教育是读免钱还是爱钱的？你敢知道爱钱还是免钱的？爱注册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呢，军公教人员啊，注册以后啊，伊就偷偷阁退回钱呢。你唔知个，我爸爸是迄当阵做婚姻观的教育局的主任督学啦。每一摆若开学以后啊，阮就阁交一张在职证明哦、啊，阁退钱呢。迄真正是欺负台湾人，军公教人员是读免钱的，但是一般人是爱交钱的呢，这种的叫做义务教育。但是你台湾听，敢知影？唔知影？伊名讲啊真好，义务教育。那真正义务教育是拢绝对拢免交钱，迄叫义务教育。全世界所有那义务教育的，拢总真真正正免交钱的。共产党哪免交钱呢？共产党的义务教育是免交钱的。独独台湾的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是爱交钱。当然我今天不是你们说你跟他算什么交钱没交钱，我今天是说法律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一天开始算起，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我请问你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决定台湾前途、决定台湾地位的真正的国际上的条约呢？台湾的法律系学生囡仔，你回去甲问看卖啊，有对一个人去读，好好拢无读咧。我一直到2002年为中国走回来以后啊，我才知影讲啊，恁好拢无读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呢？什么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都不知道呢？含读法律会议都不爱甲你讲。我甲你讲哦，台湾的真真正正的命运是两个条约啦，第一个《马关条约》。1895年4月17日签的，第二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1年9月7日签的，1952年4月28日生效。台湾真正的地位是决定在这两个条约顶端。你敢知影马关条约是安怎写？你敢知影讲？清朝将台湾甲澎湖割予日本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敢那知影这句话尔尔，对不对？错。日本的国家是二元制呢，二元就是两个头家呢。全世界的国家内底属于二元呢，就是有皇帝。无几个啦，英国啦，日本啦 ，Australia， 伊是将英国当作伊个宗主国，纽西兰英国作伊个宗主国，
这个这样的国家内底，那二元制诶，都含咱是无共款啊，咱是无皇帝的国家呢。所以你的观念内底，未当用你现主席伫台湾生活有迄个总统迄个观念伫内底呢，不对呢。马关条约内底安怎写？拄啊开始伊就写大清皇帝，伊写大皇帝啦，大皇帝啦，含日本的大皇帝，大皇帝两个人同意要签这个下卡这个条约。第二条，伊讲话要将台湾含台湾的附属岛屿挂号日本的天皇。天皇哦，听清楚哦，挂号天皇哦。所以台湾甲平和这块土地是谁的？天皇的啊。你有看无？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订立合约，是皇帝对皇帝呢。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啊。这个观念哦，卖讲在座各位啦，含今咱台湾这国际法的朴素啊，都搞不清楚了。看到这个条约以后，刷来我先给你看一个东西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二 B 里面一讲啥 ？Japan renounce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你也看哦，听好清楚哦。这个头前，这个日本是什么意思？日本，刚才讲日本人不对了，是日本政府。日本政府放弃 renounce， 放弃 all right。你看哦，迄、那个 all， 英语的 all 的后边，那英语爱加什么 ？s 是不是？内底有加无？无的。title 有加无？无。claim 有加无？拢无。过去人跟你说日本放弃台湾跟平湖的主权，吉田茂1963年写一本册出来，他说我日本没有放弃台湾的主权，我是只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Right of Sovereignty。 各位，台湾的地位你不清楚，真清楚啦！你拿这个条约摕起来看哦，才清楚。在座各位啊，你后摆去跟人辩论呐，一句话就解决了呀，这么清楚啊！皇帝摕到台湾平和的所有权，啊，皇帝迄就变作日本皇帝的皇土、皇家的土地。啊，日本的制度二元制是安那？天皇，我要将我的土地北海道。温州、四国，这个也做，这个、那个、那个福冈，我要将这个所在要交予一个人去负责，要交予什么人负责？内阁总理啦，内阁总理啦。所以内阁总理那选好以后，内阁总理爱去甲天皇报告，天皇讲 OK， 我知道了，给你权利。所以当大清帝国将这个台湾平和这个土地交予日本的天皇，同样日本天皇要任命总督，所以这块台湾这块土地不是日本的首相管的呢，是要天皇召见，改革后我给你去管，他给什么人管？华山之计。所以1895年6月17日台湾史政开始的史啦，啊，政治的政呢，开始在台湾实施政治了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台湾不是日本的首相管的哦，是总督管的哦。啊，总督跟首相有关的无？基本上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所在是天皇的，所以天皇交予总督，甲天皇交予内阁，管迄个日本的四个大岛，情况是不一样的。我若讲到安尼，你若较巧，你马上听有啊啦。台湾这块土地谁的？天皇的啦。大
但是美国讲伊无，伊现主席无爱讲。伊讲三年以后，伊才要讲。是安尼，三年以后才要讲。你钓一个底下面的呢，名叫做中国啦。但是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美国讲啊，你惊啥？有代志找天皇就好啊。天皇，所以2009年12月15日，中国的习近平就是后任的总理啊，去访问中诶日本的时阵啊，雄雄甲日本提出来讲，我要跟天皇讲话。日本甲拒绝啊，伊讲未使哩，我天皇甲会遐简单和你见面嘞。啊，伊转去甲美国讲，叫美国甲帮忙。啊，美国就甲帮忙去安排习近平甲日本天皇见面。你知伊去讲啥？伊甲日本天皇讲哦，阮即马中国哦有钱啊，安尼啦，台湾哦，无你阁袂闲话啦。天皇那个回答很简单，伊讲哦，我日本的天皇的皇家啦，将来唔爱卖过物件啦。你讲奇怪，啊你来知影各位？秘密档案有真多，所有台有关台湾的一挂秘密档案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、美国的国防部拢有提供伫给我咧。因为啥呐？因为2006年10月24日，我去选高雄市的市长，去带了228个人去甲控告美国政府了。因即马足惊呢，因为有两单位甲我讲，奥巴马上职的时阵啊，甲因六个单位开会，讲这个 Roger Lin 这是到底什么人？我拄啊做总统，就你甲我告。因为两个单位拢讲同款的话，所以我相信。啊，所以因即马佫讲遐呢，啊，你佫个下一个 step 是啥？我阿伯变啥？我要继续甲你告啊。所以美国国务院嘛有透过关系甲我讲呢。美国其实分做两派啦，一派支持咱教化你，啊一派呢较支持中华民国的，但是即马渐渐支持教化你的，愈来愈赢面啦。咱要搁甲告，其实咱嘛已经告啊，是敢若报纸还搁唔知呢，我搁甲告两项。所以因为甲告，所以自从2006年10月24日甲控告以后，2007年开始。美国四个单位啊，陆陆续续到今日为止，拢有咧甲我联络。因又去奇怪咧，啊，甲你联络，这是你一人联络嘛，无准算啊。好佳哉，要佫有一人伊嘛有联络，但是美国的主秘，咱的民政府主秘代表叫做蔡明发先生啦。伊以前是本来是啦，民进党的美国的西海岸的主委咧，主委呢？做阿未煞都失职呢，是安怎？因为美国有介联络啊，美国一联络按着对啊嘛，你这条路对啊嘛，还佫做民进党哪有意思？所以伊就失职。其实嘛，还佫有一位啦，他拄啊，蔡总理讲的迄个人，这个讲起来吼，因为迄个人落尾也是因为讲叫咱这个组织爱去支持蔡英文啦，我讲 no。我们办不到，明基知影，我哪有可能去给你支持？啊，所以这个人才离开。当然，这个是后边话，咱先卖讲，咱先来讲咱现主席的重点。蔡英文9月13日入去五角大厦，一挂台湾人讲，哦，足稀奇的咯，头一摆咯。这是台湾人吼，这人拢真正坦白讲，拢我讲无读册嘛，唔对啦。这些人都没有 common sense 啦，没有普通的相信啦。为2008年开始，所有的台湾的人在竞选总统的，都爱去美国，创啥？面试、口试啦，爱口试。跟什么人口试？你甲想看卖啊？是安奈去五角大厦？五角大厦是什么物件啊？国防部呢？
是安怎总统候选人爱去五角大厦访问啊面试？为什么？用你的头脑啊！伊奈无要去国务院，想奈去五角大厦，因为今日台湾这个土地是美国军事政府、国防部军事政府所管辖的土地嘛。军事政府甲今日要你甲你管台湾，管甲真功夫啦，唔是国务院管的啦。所以 AIT 实在是假的。AIT 是民间组织呢。我阁甲恁讲一个足好的消息，内湖即马要起即个好啊！美国伊个官员，你若甲分做三级，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嘛。一官员的时阵啊，你知影 AIT 的官员是第几级？第四级。但是即马内湖伫要好啊，即马争取要来台湾做处长、做总督的，是第一级甲第二级的官员啊！即马烧济呢？你哪会知？因为有四个单位，你跟我讲，我讲的话负责啊。每一摆我伫遐演讲，拢有上少三万人去看。我讲的话全部负责。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有代表固定的时间，和我伫见面啊，周日就来见面啊。是安怎？我讲蔡英文去五角大厦，无去。国务院，你即摆恁娘听有啊？因为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土地，还阁你互占领中呢，所以伊去五角大厦，唔是去国务院。去五角大厦有几个人甲伊面试，你知无？九个人。第一个就是国防部部长，一定参加的。第二个是 CIA 的头，新的，这两个拢新的啦。国防部部长本来是 CIA 的头，调去做国防部部长。这边。迄、那个塔利班内底，迄个奥沙马，毋是奥巴马，奥沙马，宾拉登啊，去用拍死，就是迄个 CIA 策划。后尾伊美国政府讲，美国总统讲，不错哦，来调来做国防部部长。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，拢总有九个人，其中也有一个人，就是固定和咱伫联络的人。因为谢长廷2008年去了后，过两礼拜，迄个人有来台湾跟我见面，伊甲我讲这个情形。我讲，你们支不支持谢长廷啊？伊台湾人呢？美国安怎讲呢？我们对谢长廷不信任。伊台湾人你哪会不信任？伊讲谢长廷去考试的时阵，伊讲啥？考试哈？不是谢长廷问话哦，伊袂当讲话，伊袂当问话，是因教的人出题目给伊，给伊回答，啊，无伊甲因教是讲我是啥物人，所以谢长廷根本搞不清楚。伊甲讲，敢那甲听一个重点，伊就甲讲，伊不信任伊啊。伊讲吼，阮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大家拢想要建国啦，阮一定足拍拼的啦。三点前句，重点就是这个。听了美国不爱讲话，我你等伊，所以我随去甲谢长廷讲，谢长廷有甲我问呢，用 A Roger， 安尼变安怎？谢长廷英语名叫 Care， 用安尼变安怎？我讲真简单啊，你即马开始卖讲独立，你讲要建国，其实建国嘛不一定对呢，爱讲主题呢，自治呢，唔是主咯，主题哦。73条米哦，啊，讲主题嘛，无一定完全健康呢。台湾的这款的情形，稍等下，可能爱到后日，我才我来甲你讲，因为我不爱一竿甲你讲啊，伤心，你会听无？蔡英文入去，该讲了，即马因为我还未得到消息，昨日我甲 CIA 的人见面的时候，因还未有消息的，因为消息还未拍转来台湾。但是我所知影是，美国对蔡英文印象好像不是很好了，因为伊当时有一个记者，伊伫哈佛大学伫演讲的时阵，有记者甲伊问嘛，伊讲《金融时报》讲美国政府对你蔡英文
对两岸的看法好像有意见呢。蔡英文讲啊，我都当场听到因甲讲啥，因未甲讲啥嘛。我甲你口试，我都唔是要甲你讲，我们唔是要甲你教，是你家己爱讲出来。所以今日台湾和美国人，你甲咱讲，你民政府嘛是同款啊，唔是伊甲你教讲安怎，伊敢那路开伫遐，互你行，你家己爱行出来啊。去年九月七八，咱伫遐办酒会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的人，伫酒会以后，甲大家人集合，今日。你民政府，我美国政府已经给承认了，已经替你开一条大路在那里，你就要照这条大路要走下去就对了。所以在去年的十一月七日，鼓励我们民政府成立，建立内阁，建立参议院，刷下去建立六个州，六个州的内阁，六个州的参议院，再下去是全台湾的郡守、甲市长、甲市议会，你若拢做个好事，我美国愿意将你台湾的民政府将这个政权来交还你。美国开的条件真简单啊。我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，你民政府受训4000名的人员，我美国嘛一旦将政权来交还你。今日是第15届，咱已经有差不多950名来受过训，当然离上4000名还阁有一个距离啦。阮是为今年过年以后啊开始办的，当然咱嘛无希望讲一摆安尼一两摆，迄嘛无效啦。因为你像各位你上课，我就知影讲。第二届的时阵啊，美国 CIA 有派人来参加呢，伊拢甲你看呢。当然啦、啊，咱唔敢留啦，迄个啰啰嗦嗦。该上课的50分钟就是上课，啊，你讲哎啊上这节课敢无效？啊，甲浓缩上一点钟久，还是讲一讲就好啊？敢唔是？歹势呢，门槛呢。所以上过课的美国政府拢送予各位一面美国的国旗。蔡英文这边去美国，美国嘛送伊一面国旗。美国将伊对待蔡英文甲对待恁啊，拢一模一样。恁来上课，3天2夜，送你国旗。蔡英文嘛是去访问，伊是做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，伊才送伊美国国旗。各位，你家己感觉骄傲啦。美国将咱大家人爱看的重视，甲蔡英文是一样。马英九同款，2008年嘛是同款，叫伊叫去。3点前久呢，未当叫其他人，干你家己一人入去呢。但当然媒体拢看无咧，甚至有媒体写讲，伊是有史以来头一个。我别讲啊，咱足清楚的，内底有九个人啊。你甲伊面试啊，咱嘛知影、啊，我哪会知美国甲我讲的啊？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这边谢长廷一定无甲蔡英文讲，啊，若无蔡英文这边去吼，的回答绝对含伊即马讲出来无同款才对。啊，哪会讲我爱甲讲？我认为啊，2016年啊，在所有的民进党的大脑还阁有。期待啦，上好蔡英文袂调啦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蔡英文袂调，我着特别看讲吼，蔡英文也袂调以后啊，你民进党国会要行啥物咯？你民国会要行啥物咯？啊，台湾人遮一，尤其是足济拢无来上过课，拢毋知遐个人啊，足可怜的呢，会郁准呢。就开始烦恼啊！安尼要安怎？中国马上要向统一啦。上个可怕是蔡英文最近讲一条新闻，甲伊问讲：啊，两方嘛要统一，你讲的台湾共识有没有可能？伊讲两岸统一啊，也是选项之一啊。
的分道呢？你若听听伊即句话啊，美国迄个狗的口气的吼，绝对甲伊拍车啊，绝对甲拍车啊！今日美国甲咱讲，你台湾不可以公投，各位是安怎？美国是个民主国家，民主自由的国家，竟然会反对咱台湾来公投，什么原因？您敢看？什么原因？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两种人组合而成的啦，对，两种人，不是查甫查某呢，一种叫做统治者、占领者啦，另外一种叫啥？被占领者。今日就是占领者用唔对的历史、唔对的教育，或者的人拢认为讲你是这块土地，未输敢讲你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同款啦。所以呢，统治者甲被统治者、占领者甲被占领者两种人合作会，请问你要哪公投啦？这个公投是谁上的？民进党敢若讲一句话尔嘛？你听好清楚哦。伊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伊讲这句话对不对？你若认为对，你举手划看麦啊。啊，若唔对，你举手划看麦啊。诶，这一个唔对，啊，拢知影哈。哦，袂歹呢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唔对呢。这句话含我即马甲你讲一句话，你听好清楚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我讲一摆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即句话对不对？唔对嘛，即句话若唔对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都唔对嘛。你的所有权伫倒？即块土地，照法律来讲，讲较白的啦吼。但现准是住伫即块土地顶管，是甲人借倒来呢。即块土地是啥个？日本天皇个。日本天皇在1895年摕到即块土地了，伊有发现讲伊去予中国骗去，因为中国人对即块土地根本都无主权嘛。啊，台湾个西边啊，你有看西边？这些土地是六个屯垦区，汉人的六个屯垦区，这是他的拓殖地啦。拓殖地啊，和这个殖民地不同款，但是差不多啦。这边北边那边啊，都是原住民的呢。不管人原住民该抵抗啊，最近有一块叫做塞德克巴莱，你有去看吗？看你行去我看吗？我没看，我有去看的。那部电影，我甲感觉伊所写的，含我发表的文章啊，雾社事件内底诶失去的福尔摩沙啊，内底剧情描述的，我替伊写的，我相信啊，迄个导演啊一定会去看我迄篇文章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有。1895年，日本天皇摕到这块土地以后，伊就派军入来统治了嘛，但是经过10年，奇怪呢，这个10年内底啊，迄原住民啊，高沙族啊，一干干的个唱反对了。啊，这个原住民因的感觉是讲，你这个日本人嘛，这奇怪呢，啊，我的土地什么清朝将我给你挂好哩，啊，都不是清朝的，我挂好哩，当然给伊反抗啊。所以落尾啊，1905年。日本召开一个国际的法学大会，这个法学会里面他就讨论说，到底原住民啊，台湾这些原住民有所有权啊，没啦，是不是一个国家呢？讨论了吗？没有。啊，他有14个族，啊，平埔族，他是只有一块土地啦，没有所谓的主权啦。所以如果没有所有的主权，伊就当用国际法来对征服、conquer， 征服是
国际法庭、战争法庭，足好听啦，讲叫做征服，其实就是打仗啦，甲你战败啦，战败以后你要听我的，听我管理。所以日本人为1905年开始十年的时间，到1915年啊，为北部拍到屏东，安尼将规个台湾啊，建构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叫做台湾呢。400年来，台湾唔捌有国家，干那迄时阵有是属日本，但是美国今日伊帮忙咱，伊讲我甲你斗三工，你因为你台湾将来唔捌建立过你的国家，你若要建立你的国家，你也照步来，照国际法来，咱即马就是照国际法伫行。国际法就是安那，从占领的所在爱代先成立民政府 （civil government）， 这是全世界拢共款。那战争以后、战败以后啊，一定爱成立 civil government 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。你甲看伊拉克，伊拉克的民政府是安那？是美国人，因为拍入去伊拉克以后啊，伊拉克足乱的呢，因为有真济民众嘛，有一点类似台湾呢。有很多不一样的人、大家都在成立民政府呢，成立20几个民政府呢。美国为华盛顿 DC， 他本来就替伊拉克成立一个伊拉克民政府，这个民政府叫他说你迁回来伊拉克来接管全部的伊拉克，然后才开始选举等等。你听起来跟现在是我们的经验有一些类似呢。今日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.C. 的办公室，要搁设伫遐。去年7月7日，咱特别经7月7日这一天，因为美国国庆用7月7日，因为菲律宾的国庆7月7日，美国替咱伫华盛顿 D.C. 找办公室，迄办公室嘛真大呢。有咖啡厅 reception room， 那个接待的房间啊，办公室的人员拢有呢。各位，七月七日到今日为止，那个办公室还在呢。在座恁敢有交钱？无呢，我嘛无呢。哎，钱毋知为着来呢？恁刚才听啊，我刚才讲到这就好啊，后壁你去想。所以9月7日。像那9月7日，因为1951年9月7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迄一天，美国政府伫世纪饭店甲咱办一个酒会。这个酒会180个人参加啦，其中美国的六大家族拢有派人，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、美国的司法部、美国的这个叫做 CIA。5个单位拢有派人参加，起码佫摕名片。我无去啦，啥人我乃无去，因为我甲美国正式声明，我林某某啊，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所以我没有护照。美国拢在笑啊！我宣布我毋是中华民国国民，当然我无护照嘛。所以美国。最近有要要求要咱民政府要谈判啦，叫咱派5个人啦，我名单开予伊。伊讲啊，你若无参加袂使，我都无护照啊，你爱去想办法啦。又想办法又来，但我即马先卖讲，又想一个办法啦。我若真正讲要含咱这5个人去，袂为桃园机场啦。安尼就听有啊啦吼，我唔得要对着飞去就对啦吼。当时是啥物时阵，美国会叫这几个人去？我是认为讲，真有可能伫年底。你敢知影？马英九已经知影足清楚，卖讲马英九啦，中华民国所有即较悬的阶级的。那些管理人员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包括民进党都知道，但民进党不一定是比国民党较知，因为国民党较知。你看危机姐妹，你看看麦啊，所有那些头，都一个一个，你看那个司徒文啊，不是司徒文啊，那个
迄、那个 Stephen Yang 啊，杨淑丽啊，你甲报告，啊，先来甲报告，啊，伊奈不爱甲报告，要甲杨淑丽报告，这个人已经是心内拢已经足清楚，就讲台湾这个土地要过去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嘛，啊，所以唔知是台湾人民嘛，台湾人唔知尔嘛，啊，那你若讲跟建办，你若讲到这個，伊就甲你堵，啊，人迄林某我甲你骗的啦，你莫甲相信啦。去美国，有你跟恁斗三工呢？不是无呢。主张美国的高等法院在2008年的4月7号宣布三项：第一，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台湾无国家、无这个国际承认的政府；第三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领域；第四点，伊讲你美国的行政单位爱甲帮忙，袂当互伊引咎安尼。美国行政单位才开始跟恁斗三工呢 ，set office 啦，办酒会啦，跟恁讲来家啦。顶个月佫甲我讲，人民政府开始会当成立警察预备部队。说警察，我若无提钱，我是算甚物警察啦？你免烦恼，你也免笑。我提个兵册，原来啊，琉球模式啦。琉球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内底是交予联合国托管，啊，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。啊，美国要设立个军事政府以前，大先伫奥克纳瓦设啥？警察预备部队，一模一样呢。所以，民政府即摆去做个即个工课。唔是我头脑真好，哦，我直直想，我若无人对我甲点咧点咧，甲教咧教咧，我嘛无法度呢。所以我讲台湾的问题非常非常复杂。昨日 CIA 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阿姐你敢知影？即马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届找的团体是啥物人？你知唔知？台湾民政府。哦吼，阮真公义，但是讲伊拢无爱甲你讲。伊足找你，伊足惊讲你台湾民政府的名叫走出来，拢甲你乱处理。所以袂输敢若全台湾无即个台湾民政府即个组织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就爱靠咱即个950个台湾民政府的党员，迄个成员，爱去教话，爱去甲你的朋友讲。但是你的朋友，伊若要来受训，莫甲强逼，迄就是伊的命啦。他的命，那什么伊的命？因为伊都注定这世人袂当做官嘛。美军若入来，民政府真正接权，我唔相信这咧外口袂去排队，大家迄当拢要来受训，迄当来比啦，比啥？你第几期的？我15期的。15期算真早呢。我甲算算的吼，我那要训练4000名吼。我定爱训练遐100期的，啊，所以15期算真早呢，时间拢比较早呢。啊，伊人来做上将，啊，人都15期的。我咧讲，唔是咧讲笑呢，我咧讲实在呢。美国叫咱做这个警察部队预备队，是要创啥？哦，伊拉克美国犯了个足大的一个唔对。就是伊拉克美国去占领以后啊，美国全所有组织拢个解散，全部解散，解散，解散，警察什么拢解散，公务人员解散，大家拢解散，拢总解散以后哦，大乱啦，大乱啦，无人管嘛，啊，所以美国即马较巧啊，你警察部队要去成立，啊，这警察部队成立一个75个、80个人，够有够？有够啊，绝对有够啊！你们个头脑够比我较歹，那也无够。这75个去管所有分局的局长边啊嘛，你局长爱听伊的话，啊那无甲枪毙啊？75个有够，有剩啊？真简单啊！美国因为过去有经验，伊嘛甲咱教，咱就照伊安尼。但是在座是毋是啥物人有资格？毋是你来报名，我来甲你收的 ，no。
这七十五个人是爱有民政府主要的内阁决策小组来去经营，十步十步拢会使。我以当我有讲，新员大概爱四十五岁左右啦。啊，若要较悬的吼，当然年纪也还较大。不过呢，较大呢，后摆做的时还较短啦。因为我唔知你要活到几岁啊。所以我希望讲吼，各位吼，即马回去吼，爱运动，爱活较久咧，好唔好啊？今天呢，我无甲你骗咧，因为吼，每一个受训拢非常的重要。四千名内底，所以我讲你若听到讲四千名，哎、啊，你唔通因为你要做十五期，要做真早，所以吼，你拢歪介绍呢，啊，拢暗度呢，愈早愈好啦。因为我是美国，我知影美国得级的。伊嘛会急，你若袂急，伊甲我讲吼，叫你讲警察部队吼，爱家己，我无必迄落。迄个我中间不休息，可不可以？哦，啊，若要变错，你做你去，我袂甲你讲话，好不好？啊？哦，就当然啦，迄定个啊。我伫讲课哦，无伫休困个啦。啊，袂爱困啊？哦，下晡会爱困无？袂哦，好，哎，再继续讲啦吼。啊，袂讲完个，啊，够足长个呢。警察部队，咱是拍算十月开始要训练。阿伯，我跟你讲，美国要派海军陆战队来跟咱训练。但是呢，我唔是讲叫海军陆战队来训练，就要训练你的体能啦。No， 唔免啦。你要管警察的局长啊，你那叫什么体能？你就逐工坐到遐就好啊。即马美国。军事政府甲民政府要求讲安怎，啊就安怎。所以警察的人员一律保持。安尼，若有警察人员，就免烦恼讲会无头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四千个人要安怎处理？咱训练的四千名，就是讲要去做政务官呐。我实在讲哦，我这几期啊来哦，他愈讲他闹，他愈来愈清楚呢。本来是不爱讲啊，足清楚的呢。啊，无即马讲啊，收钱哦，大家讲我要做官呢，会歹势哦。你干那要想要做官，就入来都无效呢。你若出去，我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就逃去啊呢。咱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你还阁是你通管军事政府？你甲你讲安怎做？你去互伊征服，去互伊战败，当然你爱较忍耐呢。你拄仔开始爱就爱听伊的，但是伊嘛爱顾着咱的人权，袂当乌白甲咱舞啊。对不对？所以，今日台湾就是讲，还佫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，但今日的台湾还佫是日本天皇手中的土地。但是讲，有个人甲问讲，啊那安尼台湾会等于日本无？我倒啦，安那讲第二条，这条啦，因为有这条，伊这个 claim 啊。Right, title and claim， 这个 claim 就是讲主张啦、宣言啦。这个主张甲宣言，这个名就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台湾的管理权。各位，1947年，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嘛战败，伊嘛签一个意大利的和平条约，其中的23条，伊讲意大利 renounce。All right and title 无迄个 claim to 索马利亚，就是日本政府放弃索马利亚的权力甲权力，权力的利益的利，啊个权力的力量的力，日本政府迄个意大利放弃，欠一个 claim， 是安那欠迄个 claim， 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但是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。现在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，过去你所读的都无同款啊。过去中国跟你讲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有无？各位，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诏书已经将台湾变作日本的皇土，日本的国土。日本天皇的诏书，就是在台湾实施的日本的宪法。这是照国际法来，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就是变变变，变到1945年
四月初，但是这是诏书啊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期间偌久？差4个月，搁15天。所以有的人讲啊，时间这短，无遵守，有遵守无？当然有嘛。我若今日甲太太结婚，明仔载讲我想要甲换太太，咱结婚迄个无遵守，安敢会使？当然袂使嘛，你某甲你拍死，对不对？结婚的小可代志，你着听有啊。袂使讲今日已经结婚已经登记啊，啊你明仔载讲我迄个结婚无遵守 ？No， 有遵守。所以为1945年4月7日以后，全台湾这些人会当建寺以后，会当入去靖国神社的原因伫遮啦。靖国神社内底有几个台湾人，你知无？32000人，拢是替日本建寺，因为已经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日本要放弃台湾，会当放弃无 ？No。日本通常要够剩余主权，这东西一切拢照国际法来的。杜勒斯迄个时阵对台湾这块土地，杜勒斯是啥物人？就是美国迄当阵的国务院的国务卿，伊为着台湾这块土地要哪处理啊？底下咧想规波啦。其实伫1950年的12月，又去美的日本。去日本的时阵，伊和吉田茂讲话。日本的吉田茂是安尼讲的，伊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啊。但是这个杜勒斯啊，去和日本天皇见面。哦，迄阵要甲日本天皇见面哦，杜勒斯足欢喜的呢，带伊某斗阵去皇宫甲日本天皇见面。日本天皇甲伊要求啥？我赞成日本。你美国在我日本驻军200年，喂，欢迎美国在日本驻军200年。迄个时阵，台湾是像是啥物人诶？日本诶，所以等于是欢迎讲美国在台湾驻军200年呢。这是机密档案内底，我看到吉田茂反对日本天皇要求，所以落尾啊，本来的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内容啊，在迄个时阵等于大转变。我写文章，你去啊看，我拢是为机密档案内底写落来。迄个拄啊开始的机密档案，就是讲你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本来要安尼写，落尾啊搁改、搁改、修正、修正，到落尾啊这个版本才出来。所以当联合国潘基文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，2009年七月，美国政府去跟5个国家说，你们要再说台湾不是中国的，他说的5个国家是对5个国家，你知道吗？这5个国家，加拿大、日本、Australia、纽西兰甲美国本身，这5个国家内底，美国甲日本是向联合国的法律组的组长直接甲伊讲，啊，另外3个国家是向较低级别的官员讲。但是是安奈叫这5个国家？因为这5个国家拢有皇帝的制度啦，因为拢有皇帝做，所以因较清楚啦，他们很清楚啦。台湾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说你今天来去上课，你听我讲的这些话，你出去外口啊，我欢迎你向所有人挑战，就是读国际法的也不是你的对手啊。今天咱所有学员去外口，去在网络网络上面去跟人讲，都赢呢。是怎样？
除了你上课以外，我爱甲你讲啊，唔是讲我叫你爱去买册啦，我迄本《新台湾论》这本啊，你一定爱有。《新台湾论》这本啊，你一定爱有啦。我本来是拢到最后一天我才讲，但是我想想啊，即马我感觉讲我先讲，你若无你应该摕着这本。咱的学员是500块，唔是唔是囥个我落地啊吼。500块，你所有拄着什么款的问题，你伫顶管你拢看会着。啊，你若看了哦，你就跟我差不多啊。当然吼，讲差不多实在是甲你骗，因为你继续去提供资料给我。所以外口有人伫抢要抢咱的论述，我拢表示欢迎。伊抢袂起，他抢不掉的。因为吼、哦，法律的物件吼，你若无真正用心去谈吼，你不懂啊。法律的物件，唔是讲较白的啦，唔是讲你读文组啊，所谓的文组啊，法律系的人啊，读这个法律的物件啊，你就很懂 ，no。我是感觉讲爱读理工组，了后再去摕读这个法啊，较强。伊则我都推断逻辑上的推断，因为台湾的地位是一坎夹一坎，搁坎坎。啊！直接嘞！为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1945年9月7日正式签迄个和平条，和平条，迄、那个投降诏书。9月7日，麦克阿瑟发布1000001号的第二条，和蒋介石，唔是中华民国，蒋介石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其实投降这两个字啊 ，surrender 这两字啊，以渐渐法来的法律来的 ，nothing 不代表任何意义。上个重要的是占领这两字，但是占领你也知影一桩，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哦，这点是非常的重要。后边呢，拄着占领，你头下来爱灌入的物件，就是不可以移转主权。什么叫做不可以移转主权？诶，中华民国占领台湾。甲咱改变咱的语言，甲你讲，你袂当讲台语，你爱讲伊北京语，啊，若无甲你罚钱，这安尼敢袂使？袂使，这渐渐法爱犯的。第二，袂当叫你做兵呢？做兵这个代志啊，服兵役是牵涉到效忠问题。我问你，你做兵，你效忠什么人？咱在座包括我啦。咱做兵是效忠什么人？中华民国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来，你听我清楚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你问你老爸，问你阿公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这没有问题嘛？你讲美国，你真简单对不对？我去宜兰哦，啊，甲台中迄赛计程车甲我讲啊，日本啊，上轰炸台湾，日本啊，我再问一遍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日本啊，夭壽哦！啊，那当时不是八年抗战吗？八年抗战是因中国人的事情，跟我们台湾什么关系？所以轰炸台湾人是美国人，对不对？对嘛。啊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人在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敌人，中华民国也是我们的敌人，没有错啊。啊，所以今天做兵，你效忠中华民国，咱读个歹，所以全世界拢讲你台湾人读个歹呀。所以你全世界你摕中华民国护照要排队啊，伊讲等下你去排边啊迄条，我拢办好了，你才来，看袂起你嘛。你都唔是国家，你都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嘛，你都唔是中国人嘛，你摕中华民国护照，袂当予咱做兵呐，袂当改变咱的语言呐。袂当甲咱扣税啦！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1898年、1899年签一个《巴黎合约》，
西班牙将四个所在割予美国：关岛、古巴、菲律宾加关岛、古巴、菲律宾加波多黎各。美国袂当去叫因扣税金呢，袂使呢。迄当阵的菲律宾真巧，伊土地变作美国的以后啊，伊是民政府台，迄菲律宾民政府开始甲美国对抗。当然是美国对抗，毋是美国的税民啦吼，啊嘛是真牛啦。伊该对抗，但是伊有所在好通走。伊美国有几啊，迄、那个菲律宾有几啊千个岛嘛。啊你怕，你只我建树你我就走，啊怕输走。啊，出甲美国人无法度啦。美国讲等下来谈一谈啊，啊，定一个法案，伫1934年7月7日，讲安尼十年后。我给你菲律宾啊，去建国，我给你帮忙。所以1934年，经过八年，1942年的时候呢，哇，太平洋战争发生啊，日本去占领了菲律宾啊。啊，那日本占领嘛是有照战争法去甲处理呢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佫经过两冬，1944年，麦克阿瑟将菲律宾收回去，啊，过两年多好十冬啊。啊！1946年7月7日，美国政府帮忙菲律宾成立国家。美国伊安那讲，伊安那做。今日我甲美国讲，你敢占遮久啊？你嘛爱敢帮忙？无你要花十年嘛无要紧啊，你无花15年嘛无要紧啊。你时间敢定出来？我嘛同款定7月7日啊。美国无会讲呢。你伫菲律宾都安尼啊？你来对我呢？啊！你互你琉球嘛呢？啊！琉球。当时是安怎呢？1970年的时阵，琉球唔是经过公投呢，没有公投呢。尼克森加日本的首相，雷讲的呢，岸信介雷讲的呢，逐渐的将琉球的一遐岛啊，一岛一岛啊，献予日本政府，但是。美国不是那么简单啊，美国有两个条件啊。第一，啊，我在这个琉球开这么多钱，啊，你别嫌我。美国，日本跟他说，啊，要嫌你多少？他说嫌3亿2000万啊，美金啊，那个时候啊。啊，3亿2000万，那个概念就是说，那当时美国在那个朝鲜啊，在韩国开钱啊，不敢3亿2000万，啊，为着这个琉球啊，日本人先哦，伊3亿2000，因为1970年时阵，日本人开始真有钱啊。啊，美国有第二个条件啦，你的普天之地啊，普天之地啊，爱做好我99年，搁再99年。哦，这个情形甲古巴同款，古巴有一个关塔那摩湾，美国即个予古巴独立以后啊。伊讲关塔那摩湾爱做予我99年加99年，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。所以咱的来哦，即马美国是做偌久，你知无？99年加99年。你头脑搁较歹，你敢袂晓想讲，甲机关的这三个所在拢是99年加99年，你敢袂安尼感觉吗？所以若要有人你甲恁讲，啊，你台湾的美军我都无看呀，美军伫倒，哪有咧占领啊？这么清楚的在这里给你看，你不要看 AIT 也在给你帮忙，金门马祖是中国的60几年，他都不爱说，只有这年是怎样，这几个月才在说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你台湾人跟你说，啊，美国你跟我见面，我就没看到你美国人啊，我给你看99年又到99年，全世界有这种，我再说这你后来你看得到的，只有像这边的军购案，一年半以前我讲不可以，你不能再卖，你若阁卖，我顶要甲你告。我甲美国真正呛声呢，你去看那个网络，伊要记正式记作前的一礼拜，我阁订一篇文章讲，坚决叫做坚拒啊，就是坚定的拒绝啊，参议员啊，要求美国啊非法卖货。流亡的中华民国军会，那
迄个 F-16 啦。美国伊即马改啊，伊即马用迄个58亿3000万的美金，应该超过1800亿的美金啊。伊讲要维护迄145架的 FAB 啊 ，F-16AB 啊，你相信无？你相信吗？你若无上课，你绝对唔知啦。你相信无？145架，180亿，1800亿，甲除起来，我一只吼爱开差10几亿的美金啦，看着贵个。你敢相信？你不要看，我甲你讲，其实迄是美国伫台湾的军事基地啊。即卖有3个 J 星，新竹的乐山。家人搁一个新娘，山顶3个这一些，全世界上个先进的雷达站，美国去啊，啊其实拢是遐拢美军伫搞呢，毋是中华民国的呢，啊这1800亿的美金，坦白讲啊，我讲美国你是足夭壽的。你要让台湾人知道，你要让台湾人知道，我不会反对啊。我再跟你说，美国在韩国有几个基地，你知不知道？71个。美国在日本有几个基地，你知不知道？141个。这都没人知道。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有3道路线，三道啦。第一个，为家己本身的阿拉斯加、日本、琉球、台湾是伊的迄边讲啊，菲律宾、坐过印度，安尼一条线。第二条线为关岛、甲澳大利亚，第二条线，伊拢总有3条呢。你敢知影？这绝对报纸无写。台湾的周围的海边，靠近中国这边，拢有放水雷。因为水雷规定是袂当，对不对？但是重要的所在拢有放水雷。宜兰不是宜兰啦，花莲。花莲的港口，迄陆地多安尼，甲海多凹进去啊，真好的潜水艇基地。各位，美国绝对袂放弃台湾。我听我甲你讲，啊，若中国要拼台湾啊，要拼过美国，还阁早咧。我刚才讲一个真简单的例，互你听。我讲哦，哦，啊，你即马美国欠中国欠足济钱呐，啊，会肯出卖无？我讲呐，欠遐个钱哦，无算钱呐。1970年的时阵呢。到1982年啊，到即马拄啊3摆，美国升3摆啊，伊安那3摆，你知毋知？先叫你吼、哦，你即个国家的钞票啊，先升值，先值，刷落去，美国会出招啦，你著阁贬值啦，迄、那个升值阁贬值吼、哦，美国敢那安尼一年安尼甲你算安尼哦，一年伊所赚的钱啦，都伊的军费差不多啦。你看中国倒？中国你知影对不对？哦，你啊做你美国啊较早咧开咧，你开遮侪钱，啊，中国呐照常印国债，甲中国讲，欸，我今年的国债吼，你要买无？照道理来讲，中国应该不爱买啊嘛，敢毋是？啊，你骂，你骂几波啊？你讲我不要买啊，中国。财政部部长讲：“我不买。”美国的财政部长甲讲：“哦 ，OK， 你不买，我自己买。”你听有无？啊，美国要用什么币？要用什么币？印钞票嘛，钞票一个印落，美金得哪贬值嘛？啊，你的外汇啊，那贬一角银哦，伊还损失偌济？啊，那贬1块钱啊！你看遐损失偌济啊！所以美国、中国嘛足奇怪呢，是安尼讲哦。啊，伊个迄个美国个国债哦，
他愈卖愈济啦，即即马逐个月拢比前搁较低啦。啊，你若讲你不爱买，你若要搁买，这是美国，伊会当升美元啊，美金啊，伊会当升啊。1970年开始啊，黄金甲美金啊脱钩，因为世界迄阵是讲，你美国有偌济黄金，你才会当印几块的美金啊。伊脱钩以后啊，尼克森迄个时阵啊，夭寿哦，美国开始印钞票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即马一盎司的黄金啊，是定在1900块美金啊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若要照我甲算法啊，一盎司的美的黄金啊，价值20000块的美金，是嘛？所以有人甲我讲，我们即马免啊投资，买股票，我讲你买一个一定死。伊美国即马开始伫甲你洗啊嘛，伊即马甲美金伫甲你洗的时阵啊，伊要洗等于伊美国嘛，伊要将伊的负债甲减少嘛，所有的即投资伊即马开始甲你放啊嘛，所以股票会大落嘛，黄金袂起啦，会袂歹呢，只要上课会当趁钱呢吼。你若黄金唔通卖啊，我甲你讲啊。无钱无啊多，无钱吼，后摆民政府一定给你有钱。啊，暂时较紧嘛嘞，看人赚。我是讲实在，所以全世界，你讲中国多哩臭屁，你知影美国上来不爱卖 F16 CD 给咱无？给伊无？你敢知影？啊，别给咱啦，哦，中华民国来唔是给咱啦？为什么？年半前美国跟我讲，每一摆呐，先进的物件卖予台湾哈，计等讲中国都 copy 啊。你敢知影伊的迄个 F22，伊的歼20，拢是完全 copy 美国的。美国伊足清楚啊，所以美国怕死美国，伊都卖卖先进的武器予中华民国啦。所以他們在基線在表演，美國老早上跟中華民國說過，也有跟我說啊，所以中華民國編的預算多少？200万，200万呢，買美國的武器呢，還有可能？各位，國際上這麼複雜，我們台灣人後來對台灣的前途要怎麼走？這是我們要他较强的物件，中国人，伊是将咱当作战败国，你甲咱凌辱，甲咱糟蹋。过去中国人伫台湾的时阵，伊甲你设用考试，观众甲你讲，你为什么不考公务员啊？你考都考袂掉嘛。迄当阵35个省加台湾36个，每一班啊直考。一个姓调一个，36个公务人员，台湾人才能调一个尔嘞。你看到鬼，你有法度考吗？你有法度考吗？你根本就无可能考嘛。所以马英九因个直考通过是安怎通过？伊用中国人的身份嘛，毋是你台湾人捧场，所以变到今日，台湾人有的拢会感觉讲家己自卑啦。啊！民政府要叫我去做官，我敢有迄个能力？你绝对有迄个能力，有能力你免烦恼。你讲啊，我无地名咯，你若要有地名咯，真简单。我民政府来接款咯，我逐天叫报纸写你的名，你绝对马上有地名咯。因遐人就是安尼啊，敢毋是吗？对一个有能力，你甲我讲哪一个？大家嘛饭桶，敢若会遐贪污尔嘛？毋是我咧讲呢，我今日。我感觉讲，我的心胸有够宽，我绝对有够宽。但是我是希望咱所有的人对台湾的地位一定要足清楚的。你战败就是战败，战败以后你要甲美国救赎的是啥？要甲要求的是啥？你要用人权好好来对我，你袂当甲我糟蹋。你若讲要人民官员，我台湾人。
一定袂当比伊中国人搁较少，我台湾人较济人嘛。但是因为伊是占领者，啊占领者来去欺负我，比占领者，这么啊济年啊，台湾人袂晓讲，煞的是搁介意到底你选中华民国总统。这个印度内底有一个西藏的流亡政府有无？有啊，啊因有选举无？有，但印度人有去算无？无啊！你想咧台湾人，你选你中华民国总统，你选心酸的吗？你选中华民国总统，马英九几啊摆拢绕到去讲啊！伊即马电视顶关嘛咧讲啊，我是选中华民国总统，但是伊伫下骹甲你讲台湾总统，你台湾人唔知影啊！你甲相信啊！你甲票咧，你本我等我蔡英文是要创啥？我问你咧，因为伊偏偏台湾人，蔡英文个人我无讨厌，但是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讲啥？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选掉以后啊，我甲你保证啊，会叫我砍你死啦！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，是国际法的规定呢。国际法规定啊，足清楚的。所以陈水扁有跟大家见过过，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所以你迄独派，你讲哦，啊要对这个陈水扁较严嘞，马上美国出面去讲，陈水扁讲你不可以怎么样，你不可以独立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美国伫出后壁甲你讲啊，所以。但最边敢讲？你今日蔡英文无较敖啦！你爱彻底将中华民国甲变个倒，但是我无叫你讲你甲中华民国妥协还是政变。各位，咱要摕政权，唔是向中华民国摕哦，你听清楚哦。咱的政权是向 USMG 美国军事政府兴政权给咱呐，占领下爱兴哦，民政府政权啦、啊，你讲啊，中华民国免啦，迄美国的代志，你免烦恼。啊，美国有开始处理无？有，中华民国国公的国军的迄个飞机啊，拢摕掉啊，嗯，拢摕掉啊。我甲你讲，我唔知恁各位恁有看无？这边的两架飞机去弄着山有无？两个军人出来讲话有啊？顶悬迄个有听恁阿爸无？无啊嘛。有人注意无？真少人注意啦。啊，对，你有看我知啦。我不是知嘞吼，有两只，一只有，一只未，因为还未擦到遐啦。因为迄是练习机啦，练习的啦。我伫屏东有朋友打电话甲我讲，差不多一个月前甲我讲，哎、欸，秘书长啊。哦，屏东这飞机的迄个车咧，还佫伫咧呢。我甲翕相，我来给美国讲，唔知是我的电话去监听还是啥。啊，过一礼拜佫打电话，伊拢擦掉的呢。所以，美国政府已经甲咱答应，你中华民国你的武装你嘛要甲解除。我民政府也无武装啊，我没有武装。美国人，你爱将我民政府看甲中华民国爱共款，渐渐渐渐，所以美国讲你的身份证，若发650万分的时阵啊，阮主权先给你，政权先还咱，不是叫做主权，政权还给我们，这不是刚才跟我讲的，蔡明华嘛知影，甲咱的人讲，甲咱九月七八参加集会这人讲。所以不是我在这里我别讲呢，所以我说你要看这本书是因为你在这里上课三天两晚而已啦，啊这三天两晚要上很多呢，宗教学啦，台湾的台语文啦，台湾的历史啦，台湾的农业啦，这都要上课呢，啊，个国家的迄个预算的安排啦，拢爱互你知呢，
一个 rough， 就是一个真概念的物件，互你知影。因为总是你若知影以后，咱若有机会要派你去做政务官的时阵哦，你较袂火去。咱民政府伫做政务官，你也会记哩，唔通甲国民党学，唔通甲民进党学，千万袂使贪污。啊，我是当甲你保证，民政府的官员薪水绝对是现主席五倍。咱的政策，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政府免费给你一间厝、一栋厝。你真老啊，敢分得到？讲笑，讲笑。好，对啦，对啦，讲笑。哎呀，讲笑啦，讲笑。我是感觉讲高铁吼，民政府啊，即阵迄一天开始，东华拢总爱有迄个高速公路，啊，不，迄个高铁啦，一定要通高铁，要给台湾呐，马上要给台湾哈。所有的人都一天之内可以到所有的地方，啊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如果那当时你就不会跟我说，欸，我分那间厝要到台北市啦，我要到庄卡。那时候你会跟我说，欸，我要建庄卡较好。好，我真正我是说实在哦，我要开放咱台湾所有的沿海海边啊，拢总可以起别庄。敢若遐起中国啊吼，伊住伫海边，过去拢有海贼伫甲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伊就是煞位内底去。所以沿海啊，中国人无爱住呢。你啊看人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，大家拢要住伫海边呢。中国人迄款思想很奇怪呢，伊一工去用拍嘛，所以应该嘛。咱台湾无同款啊，咱台湾要住伫海边嘛。海边时到，拢总开放，大家住海边，安偌爽的呢？哦，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免交税金，免做兵，啊，都拢足有钱的。你会甲问讲啊，钱位倒来？你会甲问会无？会无？会嘛？你那边就足奇怪的。啊，我伫遐乌白讲，你乌白听吗？你一定爱甲问啊，钱位倒来？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他讲一条，你就听有啊。台湾即马遮个基地啊，美国军事占领，你甲美国讲，欸，遮个军事基地啊，拢交予你哈，毋是免钱呢。夏威夷的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？观光对不对？哦，大拢讲对呢，唔对啦，观光才占20%尔啦，无你毋相信？你看夏威夷的迄个收入表，伊真正的收入50%是靠啥物物件？美军在那裡租基地啦，欸，那租基地要錢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台灣人已經傻到吼，含那基地去給中華民去用，不要給他討錢，討錢的啦，說應該啦，要說嘛，啊，要做一個國際，要中華民國際，要我台灣，觀念啦，各位啊，觀念啦，你來上課就要改變你的觀念思想啦，你租基地爱付给我钱啊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、啊。啊，那付遐钱来吼，我讲了，卖讲是营养，迄个营养午餐呐、啊，什么外国菜都拢有啊啦。18岁以上拢有厝好住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啊，那要搁改变人生，搁简单呐、啊。我来迄个北非吼，迄个白人的查甫查，你若叫伊来台湾住啦，含台湾人结婚拢送你100万呐、啊，搁送你厝啦。台湾品种拢改过。对，我讲实在，我唔是开玩笑，我是讲实在哦。趁吼，因为欧洲迄边吼，北欧迄边吼，还佫真善的时阵，我来甲因讲，我派人去甲伊讲，你18岁以上，甲22岁，你来去住台湾，读册免钱，厝免钱，叫我台湾人佫送你厝，佫互你拢种。啊，做你若娶也是嫁人吼，拢共款啊，你娶嫁拢共款嘛。你若娶
迄个欧洲的人哦，还是嫁给欧洲的人哦，政府阁送你钱啦。无啦，就是台湾啦，无啦，免烦恼啦，免烦恼啦，会来啦。我甲你讲，因伫遐生活困难，还是只哦，有厝他住，啊，阁有还有迄个头路，哦，遮尔好康，我买怎样，我嘛买遐早生。真的啊，各位，啊，若迄个迄天吼，后摆中国人过来遮吼，过来台湾看吼，看到咱的人吼，哎，那甲阮拢无共款，伊都袂当讲吼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民也无同款啊，讲的语言也无同款啊，变作讲英文啊，安尼会较水啊，改变咱的体型。你也看卖啊，即马拢叫一挂东南亚人细细汉啊，佮乌，品性愈来愈歹呢，所以哦，做领导者。要有头壳，要改变。原住民嘛，足可怜的呢。你讲原住民本来有几个人，120万啊，即马剩偌济，51万啊，啊，他愈生愈少。所以我原住民，咱即马嘛有课啊。我甲原住民讲，后摆民政府若成立，生一个送你100万，尽量生到吼120万啊。其实啊，迄个时阵吼。台湾高铁安尼创落去吼，啊，大家生活拢足好，拢有头路啊。咱无一定爱迄个有毒的迄个化学工业呢。你看人欧洲遐国家化学工业会毒的拢安那，伊无要生产，互外口来去生产。你若中国爱我，你中国生产嘛，我才甲你买嘛。啊，但是台湾啊，发展农业、精致农业，你板仔遮大粒。对不对？啊，奶鸡吃到了。你们还有，即马有人甲我讲，哎，讲有啊，讲要出来啊，奶鸡吃到了，为啥呢？食起吃到了。喂，各位啊，农业即马唔是咧，我今日咱的学员啊，送迄个林景啊，送带三个人送啦，啊，一斤剩5块啦，夭寿啊！听讲已经杀死三个啦，去树仔顶买。敢若慢落来吼，要卖吼，都无够你的成本啊！啊，中华民国都无咧甲伊顾这啊！啊，5块你有听无？我甲伊讲啊，台湾的香蕉，日本人足爱食，确实有影。我伫日本读册啊，各位，台湾是迄阵人伫甲咱压迫。迄阵人伫甲咱压榨，但是台湾人毋知，台湾戆牛啊，干那也做啊，也要去缴税金尔，啊叫你去做兵，无人会晓反抗啊，无人像我即马安尼讲啊，当然迄阵我嘛感慨啊，因为我着迄当阵着还袂去研究即个物件嘛，对，厉害乖啊，无毋对啊，无毋对啊，所以过去啊啦。但是你今日你已经知影台湾的地位啊！你要搁你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你就错了。其实我有伫讲，哪阵台湾人有50%，卖去选举，美国人你都爱站出来。我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无爱和中国人搁在工地啊！你美国要回来了。其实美国人甲咱讲啊真清楚呢。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72年的上海公布，咱的台湾人以美国的英文甲你讲啥 ？The people of Taiwan， 这叫本土台湾人。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 ？The people on Taiwan， 夭寿的 ，of Taiwan 甲 on Taiwan 呐，无人会分呐。所有的欢迎拢是台湾人呐、啊。其实无同款，我阁甲恁讲，台湾管理法爱甲废除。台湾管理法是对啥人较好？对遐中国人较好啦，毋是保护咱呢。但是，拄仔开始，我头脑足清楚，我拄仔开始出来话讲哦，爱废除台湾管理法，
袂当军购，哇、哦，也好笑哦，骂我人偌济咧，讲是中国提钱给我，我是为中国走回来咧，我是为中国，为金门偷渡倒回来咧，中国人敢有遐戆讲提钱给我来将台湾甲中国拆开，我较饭桶嘛袂。法律就是這樣，所以今天美國人驚咱，不是驚啥，不是驚我林某某，不是，他是驚我的論述。現在日本的政府是怎樣，都在派人在研究我所寫的東西，我的論述。我跟日本說，你日本政府已經沒人才了啦，你日本好的人才，好的人才啊，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见死了啦，啊，如果没就是自杀了。一些有志气的，都是这样啊。所以老的一些阿萨布鲁，书都不爱读，就是说自己建书，大家都没去，其实都不是这样嘛。渐渐我都说得这么清楚嘛，你建书不是什么拢输呢？伊袂当移转你的主权，上济是干呐，甲你原来的政府甲提掉，换一个伊家的政府甲落入去安尼尔啦，顶多是安尼尔。啊，台湾是安怎？二二八，台湾的精英拢抬死了了。那1963年、1947年，二二八发生，经过15年，伫台湾的清政府内底警务处长回答沈议员的回答，伊讲啥？台湾迄个时阵有户口无迄个人啊，126000啊，就是二八死的嘛，精英死差不多了。啊，若无今日有通着我徛出来伫遮讲战争法，其实战争法的物件是老早就放伫遐，大家去读就会使哩啊。啊，我的研究政治法，他们说这是命运呢。我去李登辉因家啦，我为中国走回来以后，我去因家啦，遐坐啦，伊甲我讲啦，哎，林先生，你伫日本敢是读政治法嘞？我是啊，我是日本的名城哪国呀？没错，名城大学法学硕士甲博士，论文博士。李登辉甲我讲，你若无爱将这个战争法吼，甲放喺台湾的地位看卖啊？我讲台湾的地位都伊当中已经有黄蛟龙啦、陈良钦写甲足多啊。无，你甲放落看卖啊？伊甲介绍一个叫做何瑞元。何瑞元他们讲啊，美国人伊的思想较开放，看较济；咱台湾人思想较矮，看较少。何瑞元一直讲，讲美国军事政府还搁在占领台湾，我惊一跳呢。我摕伊的物件，啊，搁摕我的物件，啊，也好笑啊喏。美国军事政府还搁在占领台湾，中啦。啊，为迄当阵迄刚开始，2004年，我一足一记咧。2004年过年，我拢无出门。点点去厝诶，看电脑、看册、看资料，啊无一头栽进去。啊啦，我拢无食头路啦，我干那读册尔啦。啊，过了了，即美国则甘愿要用迄国家安全诶，迄个国家诶档案啊，机密档案啊，则要给我。迄偌济呢？那我徛咧，遐两个人啊，原文呢？你不相信你，我拿一本文给你看看，你把你我给你保证你读到你的探汤，我就要看他的文件，我就要画重点，还整理，还打电脑，我自己打电脑，我都自己打，要打下来电脑，还分析，每一年发生的，还头前后面，后面头前拿来倒倒倒倒，还整理，雄雄发现说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啊！美国想来歪讲，你大家别甲我问的。你美国为什么不说？我跟你讲，
复杂是复杂在这啦，因为周夫人啊，这个妖女啦，我讲伊叫做妖女啊，伊会晓讲足水的英文啊，啊，佮含美国遐高官吼斗甲足歹啦，啊，佮有故宫的遐物件，互伊免钱去送啦。全世界吼，拢我发现钱拢会通呢。啊，伊故宫是已经三四千年的物件来送，当然遐人嘛好啊，那唔好。所以美国人开始伫迄个时阵反对共产党，甲支持伊。但你完全无符合战争法嘛？我讲美国讲不可能嘛。所以我即摆已经足清楚啊。或者我咧甲美国咧讲话的时阵啊，美国每一摆来甲谈判的时阵啊，我拢是坦白讲，我拢无理解客气。我讲这条是安尼规定，这条安尼规定，啊你国国边啊，甚至国务院甲我头讲啊，欸，Roger，你搁过啦，我希望你搁过啦。我你免烦恼，我绝对会甲你过。当然啦吼，美国即马开始咧算经济，伊开始咧用美元升值贬值升值贬值，伊甲你算，即马算的时阵就要将全世界只个钱拢当个 QQ 倒转去，啊，伊的负债会愈来愈少。你啊看嘛，如果你讲即句话，你啊听好清楚，这第三摆啦，为一九七零年以后。美金甲迄个美元、迄个美钞吼脱钩以后吼，开始安尼算啊，算三摆啊，即第三摆啊，即摆第三摆啦，所以股票会大落啦，你要注意啊，黄金会大起啊，美国佮你算啊，伊算算的吼，免佮偌久啦，才半年吼，美国的负债就解决啦，啊，艰苦是啥？死中国啊，啊，中国本来就真。伊中国人吼，我本来真讨厌。中国人是吼95%非常的善，你敢知影？遐拢是公家呢。啊，遐推阿面的遐中国人，伫咱台湾的遐艺人，你搁嫁予中国人，讲遐偌好个，都偌好个，我甲算命啦，拢未超过一档啦。中国的好艺人吼，一档拢换几下个人啦。所以。咱台湾人吼，一定爱家己先知影讲家己的地位啥物啦。啊，了后咱就爱去研究讲台湾要安怎行。当然要安怎行以前，一个真大的课题给各位。你今日永暗开始，伫遮上课以后，你家己去想。2012年1月14日，流亡中华民国的。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你要去选啊，无去选，你家己去决定。这是一个你家己良知甲智慧的结论呐。你唔通讲啊，我都不爱和后代的人阁继续安尼艰苦哦。啊，我嘛是照常当哦，什么人？各位，宋楚瑜也出来选无？未算，你看我讲的有影无影？伊连输100万也有无？无啦，伊未算。伊种吼，伊遐死中国啊吼，拢伫利用啥？因为伊要互亲民党的立法委员当选较自私个啦。伊咧甲你算啊？你台湾人搞不清楚啊？宋楚瑜若无算？莫讲啊，宋楚瑜予伊选啊，现主席的民调，啥物人较悬？同款啊，马英九较悬啊。台湾的军公教18%，敢若遮个人加加咧，你马英九就当选啊。你毋相信？你若朋友18%，你问讲你要当予啥物人？无定伊的伫你的面前就甲你讲哦，我要当予蔡英文，但是当的时阵是当予马英九，伊会想呢？我若转予你蔡英文，我18%也无会变啊。军公教人员嘛是共款啊。我前下才知影一个消息，就是警察开始即马有大量的退休人员啊。迄当阵入去靠入去一2万人，的警察人员，啊，这人你讲伊要转予啥物人？
伊退休以后爱搁领退休金呢。啊，伊讲我若转互你蔡英文，我后壁要安怎？我搞不清楚呢。我无转互卖研究无是变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干那有一个可能尔，发动自决选举，自决什么选举？自决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。咱是台湾人，我若要选，我要选台湾总统，我毋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啊，你流亡政府都袂当就地合法啊，啊，你甲选够有效？伊甲你改善无？绝对袂啦，各位。绝对不会的。所以今天这节课要说到这个地方，要留一个课题给大家去想。过去的那节课是我是后日的下午点半，我这节课呢没说很多的条约还是那个叫做法律那部分，我是说要在后日我们大家上课的时候再来更详细来说这个部分。这节课是很普遍大片的跟大家说台湾的现状、最近发生的事情。以后日这节课呢，我就要来说军事，台湾的军事、中国的军事和美国现处时你打算怎样，跟一些法律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呢要来课要说到这里，楼下好像有准备准备点心给大家去吃点心，看你较早呢吼，明仔是七点吃早餐，八点开始上课。今日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阿公。